手上还有一只毛毛虫。对了，你数数看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嗯，哪一只最可爱啊？哪一只笑的最可爱？这只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贴在叶子上面哦。会不会贴在叶子上？不会。你就随便放，嘿，这只毛毛虫要吃这个叶子，就把它贴上去，这样子，好吧，试试看，好吧，你拿口红胶出来，啊，你打开自己贴，把那尾巴贴住就行了，这样贴住。你要不是你要先贴，要在叶子上涂，在叶子上涂。好啦，然后把这尾巴贴上去，是不是就固定了？这毛毛虫就不会掉了。咚喵喵喵喵喵，研究了。对，再贴其他的，总共有四个叶子，贴四个毛毛虫。